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，要花一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。我一直在想，到底是倒位我把囡仔教歹？阮家就伫个米搭后壁，囡仔爱秘伫个家己个房间，阿妈妈爱管哦，是阮伤自私、伤无用，拢无时间和囡仔讲话、开讲啊，才会教出这款变态，再教出这款变态杀人魔。娇啊，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一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。让我帮你，让我来帮你。我去看过小明几次，啊，不过伊在厝内的人，伊都拢不爱看，连妈妈伊都拢不爱看，连为什么伊都拢不爱看。